我是这次 CAA 的代表，我叫童威，请您指教。中国有句俗话叫冤家路歪是吧？我们不是冤家，我们是盟友。跟我没关系。谢小飞，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这有点意思，我的菜。那么想挨打是吧？哟，你还真打呀你！我确实是看不惯你们这种纨绔子弟。你这个女人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？感情是感情，工作是工作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你除了工作，你还知道点什么？你这样说话很庸俗。你喜欢童威是吧？我谢小飞也喜欢童威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觉得你就是每天无所事事，但是后来我对你很有改观，你有自己的梦想，我喜欢你。你们不应该在一起，他不适合做谢家的儿媳。我谢小飞非童威不娶。要想救你的母亲，只有一条路，痛快地签掉股权转让书。你一定要从你叔父的手里抢回谢氏。你现在身上担负着整个谢氏。生活被摧毁了，我完全失去了斗志。你是一个男人，有什么承受不了的？你拿出你的斗志。我没有斗志。骗不了我自己，我真的忘不了你。如果你不在的话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。这点问题跟困难算什么？我要建立我谢小飞新的生活。我可以放心的把我的下半辈子托付给你吗？当然可以。敬我们的爱情，敬勇气。